荷枪实弹，大批警力布下拦截点，全力围捕不法分子。台东大武地区有金融机构发生抢案，原来这是大武警察分局结合金融机构所做的反抢演练。不过逼真的过程让现场民众为之惊恐，因为真的有抢劫事件发生。那演练的还蛮逼真的啦，对啊。我们担心会有点吓到。 有会有，真的，还有歹徒拿枪，我觉得歹徒真的也得很好。<笑>我们有那个什么客人，他讲抢劫抢劫抢劫，喊的我们都很紧张。在他们的部署下之下，我们觉得说歹徒应该是跑不掉的。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。 提升各金融机构安全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使各行员随时保持警觉性跟危机意识，能从容应对，各司其职，立即反应，使警方能在第一时间赶往处置，避免人员伤害及财物损失。在提领大量现金的时候，可以随时向当地的警察机关申请警力互抄。如果遇到强盗抢夺等案件，应保持冷静。 并记下车号与歹徒的特征，及逃逸的路线，立即报警，并提供相关线索，警民合作，共同打击犯罪。农历过年将近，金融机构银楼常有大量资金往来，容易成为歹徒下手目标。大武分局每年至少不定时演练四场反抢演习，期望提升辖区紧急应变能力，维护在地治安及人民财产安全。原是新闻吴觉台东大武采访报道。